又跳跳，欢迎光临，你来到我的神秘小厨房，甜甜的焦糖，弹弹的布丁，蛋糕上也都撒满了枫糖浆，甜椒橄榄卷心菜，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甜椒橄榄卷心菜，和我一起做美食啦。闹钟铃铃铃，快快起床，太阳好像是金灿灿的煎蛋，汽水咕噜噜，爆米花棒棒，一口咬一口，全部吃掉。啊哦、牛奶蓝莓冰淇淋，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牛奶蓝莓冰淇淋，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小朋友们，快快来吧，去做好吃的，小朋友们，快快来吧，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来滑冰，来滑雪，全世界都来一起。冰球砰砰砰要团结，冰壶刷刷刷要耐心，滑雪橇真精彩，奥运精神不放弃。一起做运动，一起讲故事。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在今天的节目中，小咕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内容哦。第一个精彩的内容就是好玩的亲子游戏啦。这个游戏需要三个人共同完成任务，非常考验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度哦。那在游戏中他们将会有哪些出色的表现呢？小咕咚带你一起去看看吧。家庭三人分别投掷两个毡球，根据毡球所在的位置完成相应的任务，获得对应的分数。家长朋友要做十个俯卧撑或者是仰卧起坐啊！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太棒了！掌声鼓励。这就是宿命啊，那没有办法了啊。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坚持坚持，八，九，十，掌声响起。这两分区域啊，能够把它立在一起就算成功。一二三，成功，非常棒。两分区域叠瓶子，其实这个环节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好，再试一下，三、二、一，好，失败，没关系，没关系。哎呀，妈妈怎么使点劲儿？走，好的，三分区域啊，是由宝宝来完成的，找不同。再给你最后的五秒钟，五，仔细看看，四、三、二、一，
时间到。好的，这两幅图当中呢有三处不同之处，最后小朋友找的这处是正确的，还有就是上面这个啊五角星以及这一个彩色的皮球。好，这个我们来判定一下，应该是三分区域啊。哦，我们这个小朋友还真是有一双慧眼啊，总是能发现一些不同之处。嗯，好棒啊！哦，完成了。好，首先来看一看小朋友这次找的是否正确。这儿一个小星星啊，然后呢，这里一个帆船。嗯，还有是哦，这里也不太一样。哎，瞄准一下。哇，漂亮漂亮，四分，扔瓶子啊，五次机会，好，第一次没关系，好，调整一下，马上就要成功了，哎呀，还有最后一次，啊，有点遗憾，瞄准，哦，四分，非常棒啊。黄队爸爸的手感，好，没关系，第一次找一找感觉。哇！哇！这个投到了我们的任意分任务，打稳，对。哎，哇，怎么样？看来我们这个家中的这个女士都是比较采取稳妥的战略。爸爸刚才说再加一个，后来妈妈说嗯差不多了，宝贝儿也选择可以了，我觉得没有问题。一二三四，赢得了四分啊！哇，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既锻炼了小朋友的眼力，也能培养亲子之间的亲密度，真的是太棒了。运动之后我们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吧。谁吃了我的苹果？这一天呀，小老鼠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它拖着沉重的步子在森林里面走了好一会儿，突然它看到前面有一棵大大的苹果树，这棵苹果啊摇摇欲坠，就是它摇摇晃晃的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小老鼠看着这棵苹果，心里想着，哇，它看起来可太好吃了。正当小老鼠看的时候，苹果突然咚的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小老鼠看着苹果朝自己的方向滚过来，开心地拍手叫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苹果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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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咚掉到洞里了。小老鼠扭头看着苹果，大吃一惊，他赶快跑到洞口去看。哎呦，这可怎么办呀？苹果掉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深的洞里。小老鼠想了想，他决定在离这个洞最近的地方用小铁锹挖一条洞出来。小老鼠心里想着美味可口的苹果，挖起土来觉得更有劲儿了。小老鼠终于挖到了洞里，苹果不见了，于是小老鼠决定一定要找到那个拿走了苹果的人。小老鼠看到长颈鹿，生气地指着他问说，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长颈鹿正在喝水，它从水里砰的一下出来。长颈鹿说，不是我，我的脖子虽然很长，但我需要把腿张得很开，我的脖子才能低下去够到地面。
那个洞里的苹果需要我劈叉才能够的，而我根本就不会劈叉。接着小老鼠遇到了谁呀？鳄鱼。鳄鱼的牙齿是尖尖的，它的嘴巴宽宽的大大的，对吗？小老鼠生气地指着鳄鱼说，说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鳄鱼说，哦，不是我，这个呀你可得好好想一想。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是鳄鱼呢？鳄鱼说，我的嘴巴又大又宽，根本就没有办法伸进那么小的洞里面，就算我伸得进去吧，可是我的嘴巴张不开了呀，我咬不到苹果。小老鼠闻着苹果的香味儿，接着向前走。这个时候它遇到了，是大象。啊，遇到了，这个是大象吗？哎，哇，真的是大象，小朋友们太棒了。小老鼠从大象的背上爬过去，拿起了它像扇子一样的耳朵，然后冲着它的耳朵大喊，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苹果？大象吓了一跳，砰的一下睁开眼。小侦探们，你们觉得到底是谁找到了小老鼠的苹果呢？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你们觉得是谁找到了又大又红的苹果呢？小老鼠最后找到苹果了吗？发挥你们的想象，快把结果告诉爸爸妈妈吧。嘿嘿，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休息过后，让我们来继续运动吧。在一起来运动这个板块中，有专业的教练教我们更好更科学的进行运动，让我们一起跟着来做吧。一起来运动。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大家好，我叫佳佳，今年8岁。欢迎佳佳同学，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跳过障碍物，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跳过障碍物，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快速下摆，俯身迅速起跳，跳过障碍物。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站于障碍物前，双手伸直，脚后跟离地，俯身跳，停，走。双手伸直，下，跳。双手伸直，俯身，跳，走。双手伸直，下，跳。非常好。跳过障碍物，能够进一步提高感觉统合能力，对障碍物高低、大小、位置的感知，可以更好地提高对身体位置的控制训练，为跑跳结合内容做好充分的身体激活准备。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训练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规范哦，这样才能高效地锻炼我们的身体。接下来小咕咚给大家介绍一位学习射箭的小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运动萌娃养成记。是我掌握着箭的轨迹，直至靶心。是弓改变了我的心境，力求完美。搭箭、勾弦、推弓、靠位、撒放、
整个过程必须细腻缜密，行云流水。用心调动身体的每一处肌肉，目不转睛，心见人合一。大家好，我叫乔娇，我今年10岁了，我特别热爱体育运动，这些都是我从课外获得的奖牌和奖状。起初我学习射箭是因为妈妈射箭时非常专注，让我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好奇心和兴趣。妈妈说我再练习一段时间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弓箭。与箭同宽，对，不要八字脚，对，然后来用你的左手拿弓，对，拿弓的时候可以把弓放在这个脚面上面，对，这时候用右手来拿箭，注意这个主羽，推弓的时候要用这个虎口和大鱼际这边，对，注意一下，先看靶心，对，拉开弓，靠好位置。在靠之后呢，就是这个过程，千万就是嘴唇不能动，所以下巴也不要仰，一定要保持住不动，直接靠过来，要果断一点。来看吧。当我练习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射箭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很好，可以。射箭是一项心智型的运动，展开。运动过程中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克服一切外在的干扰和情绪刺激。看靶心，达到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对，很好，不掉箭了，非常好。左手撑住，撑住，来向后带。对，就只能保持在这里，不能让手跑到这边来。不要小看初级道上标志线到箭靶的短短距离，一堂课下来要往返多次。所以说，射箭这项运动能全面锻炼身心。训练结束时，我还会和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进行射箭比赛，通过比赛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来提升自己。射箭这项运动对我来说是特殊的，希望射箭可以伴随我的成长，我一定会坚持我的选择。哇，这位小朋友实在是太厉害了，射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这样射出去的箭才能命中靶心哦。下面小古董给大家介绍另外一项体育运动，这项运动同样要求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到底是什么运动呢？走，我们一起去游泳池边就知道啦。我是大哥。嘿，我是摩尔。大哥，摩尔。大哥和摩尔跳水比赛。哎，大哥，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他是裁判吗？嘿嘿，他可不是裁判，他是运动员。啊，运动员？那他怎么不赶紧下来呀？比赛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是呀，他就是今天参加跳水比赛的第一位运动员呀。跳水是一项非常优美的水上竞技运动，它分为跳台跳水和跳板跳水两种。跳台跳水是在离水面10米高的坚硬无弹性的平台上进行，而跳板跳水是在离水面3米高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有弹性的板上进行的。跳板跳水主要考验的是运动员对板的弹性的控制以及他们自身的爆发力，
而跳台跳水，因为跳台比较高，所以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高空控制能力的要求都相对要高一些。啊，10米，那不是和3层小楼的高度差不多了吗？看上去就挺吓人了，更别说从上面跳下来了。这些运动员可真勇敢呀。不仅如此，运动员在跳下来的过程中还要完成很多高难度的空中技巧动作呢，像这样。哎呀呀，他们真是太厉害了。是呀，他们可都是我国非常非常厉害的跳水运动员呢。那道哥，跳水比赛中裁判员是根据什么来给运动员评分的呢？跳水比赛不仅有单人赛还有双人赛，在单人赛中，裁判员会根据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动作等等来评分，这不仅要求运动员在比赛时起跳有一定的高度，还要求运动员在空中所做的动作姿势优美，翻腾旋转速度要快，而入水时身体要与水面垂直，就连溅起的水花也要越小越好。而在双人赛中，除了动作、技术等要求外，还要看两人的动作是否一致。跳水比赛的要求可真高呀。是呀，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了解的是哪项比赛呢？跳水比赛。没错，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千万不要错过喽。再见再见再见。